暗红了。对，待会儿泊车问你准备，他停轿车你就开了个室温表，你六百多度了，你超红了，多长时间了？怎么还不到十秒？一秒，一分钟三十秒。啊，足够了，这个这个温度。停吗？直接测温度。不能停呀、啊，你不现在是不能停的，那烧嘛。OK， 好，600多，700多，这600。